为徐敬业讨武曌檄，骆宾王。为临朝武士者，姓非和顺，地实寒微。西充太宗下臣，曾以更衣入室，自呼晚节，秽乱春宫，前引先帝之私，因图后房之弊。入门见疾，峨眉不肯让人，眼秀宫禅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见元后于挥敌，现吴君于巨忧，加以毁义为心，豺狼成性，尽侠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子屠兄，弑君振母，人神之所同极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由父包藏祸心，亏窃神器，君之爱子，忧之于别宫，贼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呜呼！或子孟之不作，朱虚侯之已亡，燕卓皇孙之汉作之将尽，龙池帝后时夏庭之俱衰。敬业皇堂旧臣，公侯种子，奉先君之成业，贺本朝之厚恩，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遗也。原君山之流涕，岂徒然哉？是用气愤风云，治安社稷，引天下之失望，顺宇内之推心，远举一旗以清妖孽，南连百越，北尽三河，铁骑成群，玉轴相接，海陵红粟，仓储之积米穷，江浦黄旗，匡复之功何远。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，阴屋则山岳崩颓，叱咤则风云变色。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？以此图攻，何攻不克？公等或居汉地，或业周亲，或因重计于化言，或受顾命于宣誓，言犹在耳，终起妄心。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？倘能转祸为福，送往世居，共立秦王之勋，无废大君之命，凡诸爵赏，同指山河。若其眷恋穷城，徘徊歧路，作媚先机之兆，必疑后至之诛。请看今日之狱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？